钱我挣，你要命我给，你要死我疼。我的意思是，你说什么我都依着你，只求你别走好吗？等我以后退了休，我们也去环游世界。你想去哪就去哪。这段台词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全是刘谨言的真心话。真是感人肺腑啊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喂。